位同學，你哋知唔知道世界上最輕嘅氣體係咩嘢啊？氦族族。咁氦族族嘅英文係咩嘢啊？氫氣。幾幽默喎、啊！咁我而家我哋就會用啲實驗嘅方法整一啲氫氣出嚟啦。一陣間我哋就會用一啲鋰條放落去一啲酸度，咁就會產生咗一啲氫氣。咁然後將一條燃焦嘅木條放落去嗰陣，就會產生一個小爆炸，就會有噗一聲嘅出現啦。咁我哋而家開始做實驗啦。另一個實驗都可以製備到氫氣嘅喎，這個方法就是鈣金屬加水啦。這個實驗咧效果會更加勁嘅，咁因為鈣金屬是一種比較更加活潑的金屬，咁我可以整到更加多嘅氫氣出嚟嘅。咁我哋而家一起做實驗啦，嚟啦，好，這個鈣嚟嘅。我哋仲有另一種實驗可以製備到氫氣嘅喎，呢一個方法就係用鈣加水啦。嗱，鈣加，係。上集的 IT 达人同大家介绍过咩嘢系大数据 Big Data， 今集我哋会讲下 Big Data 除咗为人类带来科技上嘅大跃进之外，喺网络保安上又会出现一啲咩嘅问题呢？有冇谂过香港人最中意用嘅 Facebook， 原来都喺大数据入边其中一个可能出现保安漏洞嘅温床呢？2016年11月8日是美国第58届的总统选举，两位热门的候选人竞争激烈，最后由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胜出，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。曾经在2016年大选时为特朗普竞选团队工作的剑桥分析公司，于今年3月被揭发在未经授权下收集了全球8700名 Facebook 用户的资料，当中有八成来自美国。剑桥分析透过 Facebook 的心理测验游戏 Apps 收集用户资料，分析他们的兴趣和喜好，然后发出针对性的选举广告，从而影响选举结果。
虽然 Facebook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面承认错误，并且扬言会推出六大补救措施加强用户资料的保密性，不过今次事件触发了全球对大数据 Big Data 在保安上面的绝对重视。其实 Facebook 并不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个受害者，互联网巨头雅虎 Yahoo 亦都在2016年表示，该公司在2013年曾经被黑客入侵，盗取了超过10亿名用户资料。英国卫报亦于2016年揭露，网络存取公司 Dropbox 曾经在2012年被黑客盗取超过7800万用户资料。今年4月，香港宽频网络公司亦指出，该公司有38万名客户资料被盗，受影响资料包括有姓名、电邮、通讯地址、电话号码、身份证号码以及43000个信用卡资料。随着大数据的急速发展，企业在处理 Big Data 时，保安议题已经成为了首要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建议，在社交网络好像 Facebook 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个人资料，例如就读哪间学校、喜欢哪些牌子或者粉丝专页，这些资讯都可能透过 Facebook 自动登入功能或者第三方应用程式而被盗取。另外亦可以限制你户口的分享对象，限制广告编号，不要玩一些来历不明的心理测验和游戏，遇到可疑的第三方应用程式连结应该即时删除。只要我们使用互联网时加以小心，个人私隐就不会那么容易遭到外泄啦。上集 IT 达人的有奖问答游戏得奖名单以及答案如下。今个学年的 IT 大人已经全部播出，我们下个学年再见啦，拜拜。